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哇，这就是我们辛苦打工一个月的结果，这样就可以去日本了，这绝对会是我们美好的回忆。婷婷，抱歉，其实我不能去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原本要去日本的那一周是万代2018模型展，当天限量的里里泳装限定手办，我一定得去买，而且买了我也没钱了。什么？公仔跟我？你选择了公仔？这怎么能比？你们都是有生命的。但是错过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他这样的装扮了。婷婷，婷婷，婷婷，抱歉，当年是我错了，求你停下来吧，让我弥补你。先说什么也没有用，你这个死宅男！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。我办了最近非常火的超级信用卡乐天卡，新卡有登录活动，或配合使用优惠券去日本实体商店刷卡，国外交易手续费回馈。日本实体商店刷卡又多1.5%现金回馈，还有送日本5天 WiFi 吃到饱续号，日本药妆店满额最高优惠可以到15%，然后再去 Big Camera 消费除了免税再多7%，让我带你去日本吃香喝辣吧。婷婷，哇！洋葱，你以为只有你有这张卡吗？他在我被怀疑的同时，故意放了个屁，与我的屁混合，仅仅一个屁就垄断了整间教室的屁。我操你妈逼！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来跟你说吧，老同学，万达集团你听过吗？洋葱这里面是副总经理，而你呢，穷逼。